高校证书又开到了七阶蓝色重型枪口，小趴我已经没感觉了，开的太多都习惯了。但是彭程失败。证书等级25级，一共开到了2个4阶绿色重型枪口，1个5阶绿色轻型枪口，1个7阶蓝色重型枪口。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